是每年都会搞这个雪地绘图，然后今年嘛，咱们不都是2020年，然后疫情，同学们就一直想将这个冰雪这个和这个疫情这个元素相结合，8点钟一直弄到晚上5点钟左右，是他们自发的，然后制定90后援鄂医疗队，然后争做有担当的大学生。